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雷静雷子。今天我又回学校了，我在北京的环球影城。你没有我帅。上一次我来环球是直奔的哈利波特的主题园区，但其实变形金刚也非常的 nice， 所以今天要直奔变形金刚之地，先去打卡霸天虎过山车， Let's go， 快快快，棒棒，待会儿见。现在我们要去下一个变形金刚的火种源争夺战，就是背后这个，战争一触即发，快找掩护。他既然想要火种源，咱们就给他。任务成功，现在我们去能量晶体补给站烤鸡腿，这么大个，搭配的饮品是环球影城联名款的小蛮腰。我喝的这个是黄桃藜麦口味，里面添加了超多真实的黄桃果粒，南美进口藜麦，边喝边咀嚼，超有满足感，多39%的蛋白质的同时，还减少了31%的白砂糖，喝起来也不会特别甜腻。我这个烤鸡腿比我脸还大了，等一下我们吃完就要去侏罗纪世界。现在我在侏罗纪的世界，这个园区里面飞跃侏罗纪还有侏罗纪世纪大冒险都非常值得打卡。我们后面就是电影的拍摄的一个模拟场景。好了，今天又是愉快上学的一天。那么还没有来报道的小伙伴们听好了，现在购买环球影城联名款小蛮腰，撕开外包装，扫描内部二维码，就可以进入微信纯真小蛮腰小程序。参与组团抽奖就有机会获得3张环球影城门票哦，还有精美的环球周边优惠券积分值在等着你们，最不值完了赶紧坐起来吧。